没大错吧？你走路没声的呀？是你太专注了。你也饿了吗？要不要一起吃点儿？可以啊。那你在那边等一会儿吧，马上就好了。 你觉得他们在找什么？许攸宁留下的会是什么？会不会是和许攸宁借的钱有关呢？可能吧。 今天陆阳来的时候，我偷偷录了视频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 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再说吧。好吧。